你看旁边那个人是他女朋友吗？感觉还挺好看哎。黎明，好久不见，原来好无。你认识啊？ 王茂，钱老板，你说他就是那个钱老板陆总啊？哎，他旁边那个人是他女朋友吗？感觉还挺好看哎。哎，不是，你不说这人不怎么地吗？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吧！他这种人都能找女朋友？行，走，打车去。 易梦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哎，你以前不是都叫我梦姐吗？怎么改口了？你不都是小时候的事儿吗？这咖啡机好像不太好使。我没事，我喝什么都行。坐了这么久的飞机，我先去换身衣服。好。 你去吧，我研究一下。是这个吗？谢谢，是的。嗯，王茂，这房它真挺好哎。嗯，你看这装修、家电都挺高档的，多少钱个月啊？要不我跟老何也在这小区租一个吧？哎呀，我这个价格你可能是拿不到了，因为这是我老板的房子，他打车租给我的。是吗？那看来你这老板挺赏识你啊。 喂，你忙。我家那个咖啡机怎么用啊？就你帮我买那台。你晚上不是不喝咖啡吗？哦，我招待一个朋友。 听到了吗？啊，我听着呢。咖啡机说明书就在橱柜的抽屉里，你拿出来自己照着做吧。抽屉这么多抽屉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哎，你就教我你之前给我泡的那种就行。我之前泡的是手冲咖啡，不是用咖啡机做的。手冲咖啡？那你这要怎么弄啊？哎，你这样啊，你别挂啊。 你慢慢跟我说啊，一步一步告诉我啊。你用沸水冲洗一下过滤纸，然后呢？预热一下咖啡壶。你再把咖啡粉均匀的铺在上面。你第一次冲水的时候，要让它先焖一会儿，把咖啡的香味萃取出来。再分两到三次冲泡，要顺时针慢慢倒水，需要一点耐心。 这么麻烦啊，那直接冲不行吗？陆总，您要是着急就喝速溶吧。行了，我知道了啊，谢了。